生浮华不过是一只流沙，今生就在油纸伞下，咫尺天涯斩不断那一缕月光，你身旁是我到不了的远方。管他是谁的，我说属于你，那便是属于你的。世子殿下笑起来，可真是好看。前日打的那位万二小姐，你应该知道我是好意。她那么急着去见你，我就想着送她去见你，这才出的手。你的衣裳倒也是别致嘛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你也是个蛮有品味的人。怎么，本世子穿着你的衣服，有没有让你耳目一新呢？这火秀舞也是看你们舞了几次。今夏上台，我为你凤楼争争颜面，如何？世子这一出马，京城的舞者都是黯然失色。贫嘴！来人啊！见过世子，去问问今日来凤楼的宾客，若是本世子亲自登台献艺，他们会怎么打赏？原话传下去。是。
究竟是谁啊？你来我身边，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